老了人家们就叫阿公。要有些我不要的啦，我就送了，让阿伯去赚一点生活费的。钱不重要，任何人拿给我们买东西就是开心了。<笑>看到有没有钱啊，那小孩子啊，快快乐乐的，让他那种形状啊，你觉得很快乐。 应该可以穿，我们就可以卖的。没有东西啊？有些很多，有些没有。好像你看很多人哦，老了哦，很多烦恼，一走到家里会想到忧郁症的。 他看你哦，你这个膝盖穷八蛋，他看不起你，不用紧的。他说我没听到就好。你是他的个人主意。他是我老板。哈哈哈哈哈！每天都来了，老朋友了。Tend to meet a lot of friends, I know. I mean, they are regular, young friends, and they can sometimes reserve something for you, right? You know, we they think that oh, I need this one, they reserve for them. From here also? Ah, get it from here. $5. This one is $3. This helmet also from here. It's a helmet. $5. Maybe I pass down some of the housing flat. So people tend to put at the rubbish area. Of course they are usable. So normally I will get gather everything and then give it to him to sell for some money. 人家给他东西也是很旧很旧，就拿来送给他，有时候就破破烂的，我就帮他整理一下，丢掉这样。可以，我就帮他啦，因为他已经没有力气了嘛，哈。他现在已经患重病了，他有 cancer。 我看他更严重，没有什么精神，而且更瘦。他说他没有什么胃口了，不太可以吃了。
他有病在身上嘞。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很多东西我都跟他买，其实我用不着，我也跟他买的。阿哥，喂喂，好，成交啊？我没吃过这张过。好，我吃过这张过。那个牌子呢？没啦。买。我们以前从使用过来的，不要紧的啦。 47，47，嗯，跟。他没有钱哦，欠了，现在刚刚买不起了，单程做免费额，自己看着开就好。给那种比较穷的人。 他们不可以工作，用费不够，我们可以帮他一点点。最满足是看那种没有钱人，他们如果捡到东西什么哦，笑笑的，那种才是真正的满足。 添加一种乐趣，就是每个人会聚在一起，感觉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氛围哈，会比较好啦。看到安哥就会觉得好像一天好像会少美好的这样的感觉啦。会很重吗？不会。 这边就15分钟天，由天的看法。如果天不给你走，你怎样也跑不了。如果人家想帮你的话，你会跟他们说什么呢？我不接受。我们两只手、两只脚可以动。对对对，阿拉丁，如果我接受的话，我可以帮助。 那些比我笨的穷的人。